八关斋戒是善道的妙门，它能够帮助我们关闭八恶。受持八关斋戒，可以关闭八恶，不起诸过，可以齐断诸恶，具修众善，防止身口意三业的恶行，并从此关口通向出家之道，关闭生死流转之门。那还有就是我们第三呢，就是不要淫啊，不要有淫戒呢啊。除了我们夫妻之外呢，不能跟第三者有任何的关系啊。那第四个就是不要打妄语啊，我们讲话要实在，要真实啊，不要去虚构，也是不要去啊去打这个不好的妄语呢，这样对将来修行都不好啊。那第五个呢啊，就是我们要啊不要酒。啊，那酒戒呢？因为这个喝酒呢，就是会把我们这脑袋瓜呢都会不清楚，会像一般我们社会，你看新闻都会看到很多的酒驾呢，啊，造成的事故呢，造成破坏人家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啊，对，整个被撞死啊。受持八关斋戒，可以使在家信徒熏习长养，出世善根，因此又称为长养律仪。受持八关斋戒，必须一天一夜远离家居，亲近三宝而住，因此又称为静住律仪。十方新闻郭一文、许建义、苗栗采访报道。